消毒を。先生、どうぞお水を。 敌军的炮火太猛烈了，我们的坦克恐怕会瘫痪，从正面进攻会吃大亏的。他们的弹药库在炮塔的后边，你们在这待命，我来突击小分队，从左侧攻上去。还是我带小分队上去吧。突击小分队，走走走，跟我走。师座，还有将军带头冲锋的。火箭筒。 しっかり。
我们是日本人，我是从台湾来的医生。咋会说中国话呢？